各位。2000年即将过去，喺呢一年国际间发生嘅最瞩目大事，相信非美国大选莫属。民主党嘅戈尔同共和党嘅乔治布殊争持激烈，得票率出现前所未见嘅接近数字，咁导致史无前例咁需要重点选票。两个人又一再向各级法院提出连串嘅诉讼，令民主共和两党人士出现百年未见嘅决裂局面。咁结果争拗持续咗36日之后，戈尔终于认输，乔治布殊先至正式成为白宫嘅新主人。11月7日，美国举行总统选举投票，一如选前民意调查所料，民主党候选人戈尔同共和党候选人乔治布殊嘅得票相当接近。开始点票后，两人喺赢取各个州嘅选举人票数目会有领先，而且一度出现拉锯状态。到咗点票最后阶段，佛罗里达州25张选举人票成为两人胜负嘅关键。就喺呢个紧张时刻，美国电视台突然唔等官方嘅公布，就宣布乔治布殊赢得佛州嘅选举人票，成为美国新总统。Campaign 2000 headline of the hour: Texas Governor George Bush is elected the 43r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但两个钟头之后，电视台又宣布更正消息，话佛州官方点票结果，乔治布殊比戈尔赢多咗1000多票。由于两人得票太接近，依照选举法例要重点选票，即时引起一片混乱。已经打电话祝贺乔治布殊嘅戈尔要收回祝贺声明，乔治布殊亦都要取消祝捷大会，而多个国家亦都要撤回发俾乔治布殊嘅贺电。而民主共和两党亦都就重点选票嘅问题展开咗长达30多日嘅争拗。民主党指选票设计有问题，要求以人手重点选票，但系共和党就提出反对。双方亦都就重点废票问题争论不休，并且先后提出咗连串嘅法律诉讼。而涉及嘅司法机关同议会包括联邦最高法院、佛州最高法院、佛州巡回法庭及佛州州议会。而其后一再公布嘅重点选票结果，亦都系乔治布殊赢戈尔几百票至到100多票，但系戈尔就坚持唔肯认输，令到美国民众开始生厌，国际间亦都引为笑柄。直至12月12日，呢场争拗至出现突破，联邦最高法院就共和党选举上诉作出第二次裁决，认为民主党要求佛州以人手重点选票系违反宪法。戈尔选举阵营受到沉重一击，党内亦都好多人认为大势已去。12月13日，戈尔向全国发表演说，但系言语间仍然显得深深不忿。Let there be no doubt, while I strongly disagree with the court's decision, I accept it. 至于正式成为美国新总统嘅乔治布殊喺发表胜利演说嘅时候，亦都唔敢太过洋洋得意，反而想安抚民主党人嘅情绪，呼吁两党合作。I was not elected to serve one party, but to serve one nation. Whether you voted for me or not, I will do my best to serve your interests, and I will work to earn your respect. 而今次史无前例嘅选举争拗，亦都令好多美国人觉得有需要改变选举人制度。而电视台为咗争收视，乱咁报道未经证实嘅消息，亦都有检讨嘅必要。美国选出新总统，多个国家嘅领袖喺过去一年亦都换人，当中有几个都系掌政超过10年嘅，包括德国总理科尔、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以及秘鲁总统滕森。无独有偶，佢哋都系被迫下台嘅。当中以统治南斯拉夫13年嘅米洛舍维奇倒台嘅事件最瞩目。9月24日，南斯拉夫举行大选，争取连任的总统米洛舍维奇得票率少过反对党联盟领袖科什图尼察超过10%，但米洛舍维奇不肯认输，要求第二轮选举，引起了反对派和民众不满，发起连串示威罢工抗议。到10月5日，首都贝尔格莱德有多达30万人大示威，要求米洛舍维奇下台。示威群众随后更冲击议会大楼和国营电视台，警方虽然发射催泪弹和开枪，导致30多人受伤，但仍然不能够制止示威群众。结果议会大楼、电视台和其他政府设施都被民众占据，而住在首都的军队就一直没有介入。大示威之后第二日，
科什图尼察在议会宣誓，就任南斯拉夫新总统。米洛舍维奇随后亦都在电视广播中承认竞选失败，军方亦都表态支持新政府。而米洛舍维奇13年的独裁统治，在一场不够24小时的人民革命中迅速倒台，实在令很多人感到诧异。而在秘鲁亦都发生类似事件，今年7月，掌政10年的总统藤森成功争取连任第三届总统，但反对派一直指他在选举中舞弊。不够4个月，秘鲁电视台突然播出藤森的国家安全局长在一间酒店行贿反对党国会议员的录影带，触发全国怒潮，要求藤森下台。藤森随后宣布重新大选，但表示不再参选，实行变相辞职。到了上个月，藤森出国参加亚太经合会议，但突然到了东京，并且宣布正式辞职，又暗示可能长期留在日本。秘鲁国会不满藤森咁做，宣布将他罢免，而国会议长帕尼亚瓜就出任临时总统。有很多秘鲁人到现在才后悔，当初不应该选一位日本籍的人出任自己国家的总统。欧美几个国家的领袖被迫下台，在亚洲国家菲律宾和日本，两国的领袖地位亦都受到重大冲击。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因为贪污丑闻被众议院弹劾，日本首相森喜朗的民望跌至最低点，受到国会的不信任动议挑战，亦都几乎下台。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上任两年后，今年10月被一位省长揭发他收受非法赌博集团800多万美元贿款，令到全国震惊，并引发连串大规模示威，要求他落台。菲律宾众议院随后更提出弹劾议案，并且获得通过，但埃斯特拉达就一直否认自己贪污，并坚持是被人陷害和抹黑。而参院亦都在今个月开始聆讯弹劾事件，如果连参院都通过弹劾议案，埃斯特拉达就一定要下台。看来这位明星出身的总统前途岌岌可危。而在日本，上任只有大半年的首相森喜朗由于民望大幅下滑，连所属的自民党亦都很多人反对他，导致国会在本月初对他提出不信任动议，但动议未能通过。森喜朗随即进行上任以来第二次内阁改组，留住前首相宫泽喜一做大撞伤，又邀请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出任行政改革大臣。虽然有两位前首相坐镇，但政界人士认为森喜朗的政府换汤不换药，未来仍然很难有大作为。多个国家的政局有变，而中东的局势在今年年尾更突然恶化。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爆发近三个月来的流血冲突，死亡人数超过300人，受伤人数多达几千人，就好像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战争，并且令到国际石油价格一度上升至近年最高点。今年9月，正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谈判有关耶路撒冷的主权僵持不下的时候，以色列鹰派领袖沙龙突然到东耶路撒冷巡视，引起了巴勒斯坦人不满，认为是一次挑衅行为，爆发示威骚乱，以军开枪镇压，导致多人死伤。示威一直持续，而且越来越激烈。这对巴勒斯坦人父子路经示威现场，被以军乱枪射击，子死父重伤。这名休班以军被巴勒斯坦人俘虏之后被掟落街，并且被围殴致死。西岸和加沙地带一片腥风血雨，冲突之后不断升级，以军出动到战斗直升机轰炸巴解自治政府的办事处。出动坦克和巴勒斯坦枪手交火，战斗日以继夜，死伤人数数以千计。由于死伤者大部分都是巴勒斯坦平民，引起了阿拉伯国家的不满。以色列最友好的阿拉伯国家埃及亦都召唤大使以示抗议。冲突持续近三个月，以色列总理巴拉克束手无策，备受朝野责难，结果宣布辞职，要举行大选。但是巴拉克的热门继任人很可能就是引发今次大冲突的沙龙，他的路线比巴拉克更加强硬，看来以巴恢复和平的机会并不乐观。
中東局勢惡化，但係有亞洲火藥庫之稱嘅朝鮮半島就啱啱相反，出現咗突破性嘅緩和局面。南韓總統金大中更加到平壤訪問，同北韓領袖金正日舉行高峰會，成為南北韓分隔近半個世紀以嚟雙方領導人嘅首次接觸。而金大中亦都因此而贏得諾貝爾和平獎。六月十二號，南韓總統金大中展開破冰之旅，去到北韓首都平壤訪問。他受到北韓領袖金正日同民眾嘅熱烈歡迎，兩位領袖舉行咗南北韓近五十年嚟首次歷史性高峰會，並且達成咗幾項協議，包括合力緩和朝鮮半島嘅緊張局勢，加強雙方嘅經濟合作，同達成最終統一嘅共識。而最令兩韓人民受惠嘅係，雙方同意俾喺韓戰中被拆散嘅家庭團聚。高峰會之後兩個月，200個南北韓家庭分別在平壤和漢城團聚，分離近50年，能夠同親人重聚，恍如隔世，幾乎沒有一個人可以控制到自己的情緒，出現一幕幕感人的場面。这些被拆散的家庭短暂团聚之后又要分离，他们在有生之年能否再团聚，就要视乎南北韩领袖迈向统一的步伐了。先休息一阵，回来再跟大家报道今年其他国际大事。从建于清康熙八年，雍正年间皇宫御用药房北京同仁堂，凝聚330年中医药经验，将北京中医药精髓跨越世纪带嚟香港，为市民服务。北京同仁堂香港分店，同修仁德，济世养生。染白頭髮，學我啦！梳啲美元髮彩，逐漸變黑又得，立即變黑曬亦得，得咗。美元髮彩冇得彈。Pigeon 嬰兒用品夠高級，夠齊全。用 Pigeon， B B 開心，媽咪放心。快，佢啲反應好快，即係唔係讚佢啊？例如佢見到一樣嘢，佢會即刻。譬如你同佢講嘢咧。佢已經係想答翻你，佢都認同話係安英寶含有 DHA 咯。佢六個月開始食安英寶，醒咯。話佢唔醒，咪即係我唔醒。香港唯一前線產品都有 DHA， 美讚神。香港中旅社，出色一点看多一点。世纪金曲，人生哪得几回听，享誉全球，饮誉国际。殿堂级组合 The Practice 专程来港，为中华演艺人才选拔赛现场献唱。明晚8:35，亚视本港台现场直播，同你回顾呢一年嚟两岸发生嘅重大事件：朱镕基访日、阮华走私案、解放军36年嚟最大规模演习、陈水扁当选总统、唐飞辞职、民进党政府强行停建核四。听晚10:30，千禧回顾两岸经纬。日出笑意，浅起幽月，洒下逍遥。
沉浸悠游。巴厘岛水泽风情，中山海恩豪园全新第四期。一个屋苑有三个五星级大型会所的碧桂园提提你，而家是晚上8:22，碧桂园给你一个五星级的家。欢迎继续收看千禧回顾国际风云。过去两年，有美国政府官员一直指中国偷窃美国的核子导弹机密，来发展本身的导弹技术。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李文和更加被指是偷窃核武机密的间谍，由去年年底一直被囚禁到今年9月中，突然戏剧性地获得释放。法官更加谴责多个政府部门迫害李文和，并且向他道歉。今次事件令到克林顿政府极之尴尬。原本在美國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國家核子實驗室工作的華裔科學家李文和，去年12月被指洩漏核子機密，被美國司法部控以59項罪名，又不准保釋。他一直被囚禁到今年9月14日，案件自有戲劇性發展。李文和和檢控部門達成協議，只是承認一項處理資料不當罪名，其餘58項罪名全部被撤銷。主審法官柏安下令將李文和釋放，他在宣判的時候譴責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迫害李文和，又向李文和道歉，並且說這件案令到國家難堪。而坐了大半年冤獄的李文和出獄的時候，只是向記者講了幾句簡單的說話。 I'm very happy to go home with my wife and my children today, and I want to sayThank you to all the people who support me. I really appreciate very, very much. And for next few days, I'm going to fishing. 至於克林頓總統隨後亦都發表聲明，話李文和的罪名根本可以保釋，而不需要囚禁9個月。今次事件亦都令到他深感困擾。但美國司法部長雷諾和中央情報局長弗里就不肯道歉，又說李文和當初如果肯全面合作就不用坐監。不過李文和的間諜冤案亦都總算告一段落。在天災方面，美國今年發生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山火，有11個州被波及，燒毀林地超過150萬公頃，出動的救火人員超過30000人，有數以10萬計的居民一度要逃離家園。而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部分亦都燒毀要關閉。在今年年中開始，美國中西部多個州發生嚴重的山火，由於天氣乾旱，閃電一再擊中林木起火，火頭處處，火勢一發不可收拾。先後有11個州都有特大山火出現，美國政府總共動員30000多個消防員和軍隊救火，出動了100多架救火飛機和直升機撲救，但是很多地區的火勢一直沒辦法控制。期間加拿大和澳洲等國家都派出消防隊到來協助，但亦都於事無補。部分地區的山火燒了2-3個月都未熄，亦導致10多人喪生。今次世紀大山火令到美國很多人質疑環保組織的政策，因為保護林木嚴禁砍伐，令到很多州份的林木過分茂盛，一旦發生山火就迅速蔓延，難以撲救，結果亦都是嚴重影響自然生態。世界各地每年都會發生很多意外，今年亦都不例外。其中俄羅斯一艘核子潛艇庫爾斯克號在巴倫支海這個位置出事沉沒，艇上面100多個海軍全部殉職，相信是最震撼的一宗意外。8月12日，俄羅斯海軍核子潛艇庫爾斯克號在北部巴倫支海參加演習的時候出事，潛艇發生爆炸之後沉落100多米深的海底，艇上118名海軍官兵生死未卜。消息宣布之後，不但俄羅斯舉國震驚，連世界很多國家都表示關注，因為擔心潛艇的核子反應堆或者核武器會洩漏輻射。美國、英國、挪威等國家都表示願意協助救援，但俄羅斯恐怕軍事機密外泄，斷然拒絕。不過俄國海軍隨後幾日的救援行動都失敗，直至1個星期後，俄羅斯政府至要求挪威和英國協助。出事後10日，挪威的海底救援隊終於成功打開潛艇的艙蓋，發現船艙全部入水，
而艇上百多人亦都证实全部死亡。今次事件引起死难官兵家属和人民普遍不满，认为总统普京的政府和军方抢救不力，又不肯及早要求外国援助，抹杀了艇上官兵获救的机会。至于潜艇的出事原因就众说纷纭，俄国军方发表初步的调查报告就说潜艇是因为撞到不明物体之后爆炸沉没，但另有报道说库尔斯克号是撞到一艘美国或者英国的潜艇而出事，但几个国家都加以否认。至于今次潜艇的真正出事原因，有可能永远成谜。北欧发生核潜艇意外之后，中欧国家奥地利亦都发生一宗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登山滑雪缆车大火惨剧。一列载满乘客的登山滑雪缆车在进入隧道之后发生大火，导致156人被焗死。11月11日，165人在奥地利萨尔茨堡省坐上一列登山滑雪缆车，兴高采烈地准备上山滑雪，没人估到他们坐上了一列死亡缆车。当缆车驶入一条隧道中间的时候，车厢突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车上百几人只有12人及时打烂车尾窗逃出，其余156人包括几名在隧道内的人全部被浓烟焗死或者烧死，成为有史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缆车大火意外。死者中除了奥地利人之外，还有很多德国和美国游客。事发后，奥地利政府下令全国哀悼，德国总理斯罗德亦都赶到奥地利出席悼念死难者仪式。当局初步调查怀疑缆车上载有易燃物体，被人意外点着了而引起今次大火。另外，今年7月25日在法国发生的和谐式客机坠毁空难亦都震撼欧洲。一架载了百多人的法国航空公司和谐式客机在巴黎大沽洛机场起飞，准备飞向纽约，但起飞后没多久就失事坠毁，并且撞到地面一间小型酒店。有人还拍到客机坠落地面前的片段，当时机身已经着火。空难造成机上109名乘客和机员全部死亡，地面亦都有4个人丧生。今次是和谐机自从1976年正式投入服务以来第一次发生空难，亦都打破了和谐机永不坠毁的神话。而法国航空公司的股价亦都因为今次空难而一度大幅下挫，并且跌停板。初步调查认为是客机引擎出问题而引起今次意外，法国航空公司的所有和谐机亦都一度要停飞进行全面检查。90年代中期在英国涌现的疯牛症沉寂一段时间之后，今年再度肆虐，但是今次不是在英国而是在法国。法国今年发生的疯牛症突然激增至180几宗，是去年的6倍，引起国内恐慌。而欧盟10多个国家和东欧国家都下令禁止法国牛肉入境，令法国蒙受巨额的经济损失。法国在今年以来不断发现有人感染疯牛症，到11月，疯牛症的个案已经增加到189宗，而去年全年都是只有30多宗。国内出现一片恐慌，学校禁止学生食。五公升必必响煲，今个礼拜自杀价29.9，实为女杀手，王牌自杀价。白兔牌鼻炎胶囊，鼻炎鼻敏感唔再旁。